啊，有个园丁啊，那我带不带吃肠呢？不行，他说不拆蚁肯定是唬我的，和你们说，他说不拆蚁肯定是唬我的，带着稳一点是吧？带着稳一点，反正闪现对于我来说也是打椅子而已。他不拆椅子，我就踢电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可以，还要砸我一板子是吧？这个鸟还行，闪现，呵呵，吓死，很慌，这么一走，哦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那个前锋在这儿，稳一波。然而前锋并不在。来了，那个大哥哥。哦，那个是没板子的。你拆，你随便拆，一刀一刀转翻，这还有一个，哎，一刀一刀都不亏，你以为我要挂，其实我要挂前锋，你们说能挂上吗？能。我要去踢一下电机了。慌不慌？哎，慌不慌？你起来我就打你，起来我就打，我就看你。哎，拆椅子。拆啊！哎，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暴露我的技能是什么，你拆啊，随便拆，好吧，就是你了，不知道我的技能是什么吧？是不是很慌？哎，拆椅子还在拆，对，是不是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嗯，嗯，没有无限剧啊，我要出去捡个无限剧啊。他们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嗯，现场装具，等他出去去，可以。跑啊！这个好像要起来了。哎，走，就坐你刚刚修的那张椅子。哎，绝不绝望。绝不绝望！哦，撞你尸体！哎，封窗只要你翻得过去就可以封。封窗是无数次的，